水晶推荐给大家，我们第三首的歌曲《幽灵》又送给你。好，那在我们表演开始之前呢，我们要告诉大家一个新的消息，我们即将在下星期的11月13号开启我们的募资计划。然后更多详细的资讯呢，以及近期的表演都可以上 IG 搜寻“幽灵水晶 Crystal Offshore”。多多支持我们，然后我们要带来最后一首歌曲《幽灵》哟，你们一定会喜欢。